大家好，我是 SL Software 的 Mr. Law。来到今天八月中，很多人应该会有疑问啊，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 invoice 开跑道怎么样？马来西亚 invoice 在8月1号正式开跑，像这2个礼拜有什么情况？也有一些公司会想到，诶，像AutoCAD 的系统已经做好了没有？我在这里回应大家，其实 AutoCAD 系统早就7月多就已经做好了，so。今天录制这个视频，主要是为了讲解，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可以下一个 free 的我们叫 sandbox 那个政府的网站，invoicing 的网站，你去 testing my invoice portal 跟 AutoCAD 怎么样去 link？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你的 dealer 让他们去 set 一个 try 的。我给你们去试用整个 AutoCAD，是不是让我 show 大家那个 step？好的，让我们来讲解这个 invoice 是怎么样 set up 一个 testing server。首先，大家要知道那个 my invoice portal，my invoice portal 是怎么样 login 的？其实是通过我们的 my tax 就是个人的 tax server 或者是公司的 tax server，通过这个 my tax server 去 login 的。如果是 Live 的话，你就要用这个网址；如果你是用这个test server 的话，你就用这个网址。好，test 其实两个 server 是一样的，setting 啊，怎么样 set up 是一样的。像今天我就用这个 test server 录制一个短片给大家你就跟着这个短片，你可以 set up 在你的 Live，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去 login 一个 test server 来 testing AutoCAD。OK，so。首先，login 了那个 tax server 过后，第一样做的东西，我们是要 add 那个 intermediate。OK，怎么样 login 呢？我们的 tax server。OK，你看这边有两个网址，一个是我们真正的 personal income tax 的网址，或者是那个这公司的那些 tax 的一个网址，叫 mytax.hasil.government.my。For testing，我们用这个 preboard 这个 live 的我们不要用 preboard。preboard 你就 login 你的 IC 咯。跟普通这样就 log in 你的 IC，打你的正确的 IC log in，然后你就喊到过后，通常他会直接帮你注册你的 digital certificate，他会跟你讲你的 digital certificate 还没有register，你就按一下 yes，然后他就会发那个 email，OK，发到你的 email 里面，然后你就 yes，OK，yes 过后。这边你就喊他，他就会把第一次 login 的资料 send 到你的 email。OK，来到 email 这里，你就会发觉有这个my invoice 的 email，你就去认证。OK，只要按一下，你就可以认证。认证了过后，OK，这边会要求你填一些你个人的资料，你就跟着填就好。OK，跟着填就好。如果你是用 IC。你就放你的 IC，OK，、okay, 有一些password 叫你去 set，你可以用自己的 password。有什么东西你可以用来 recover 你的 email 的。OK，通常这些 term and condition 你可以不用读，如果你有兴趣你自己读。一般上我们都没有读，我们就直接 hand up，OK，然后就 login 成功，activate 成功过后，我们就可以用刚才的 password 跟 IC 重新再打一次，OK，你就可以 login 进去你的个人的 tax 的网站，OK，这个 try 的网站跟 actual 的网站其实相差不多。它会中间多很多个 button，如果是给那个 actual 的网站，如果是 test 的网站，它这边会比较少功能一点，so 你可以换去英文，OK，如果你要换去英文，你可以换去英文。当你成功 login 了 my tax portal 过后，下一步你要做的就是先把你公司的 profile 注册一下，怎么样注册你 company profile 进去那个 my tax portal？我现在就 show 给大家 step by step。OK，你看到这个 my
Tax Portal 这里 Role Selection 这边只有 Individual，没有你公司的资料，所以你必须要把你身为一个 Director 的 add 进来。怎么样 add 进来呢？Director 你去这边右上角有一个 Profile，选了这个 Profile 过后，你会选这个 Role Application，选了 Role Application 过后，你就选 New Application，选择你自己是公司的 Director，OK？然后把那个 In Number 打进来，不过那个前面的 alphabet 不需要放，OK，不需要放，你就会找到这个公司的 TIN number。找到 TIN number 过后，你就把公司的一些supporting document upload 上来，证明你是这个公司的 director。OK，文件上传完了过后，你就 scroll 下来，然后就去 take 了过后就 submit，OK，然后你还是要打多一次你的 password 去确认一次。然后你 submit 的 file 不能超过2个 MB。好的，我试试，我换一个文件，我换一个文件来 upload，然后 submit，打上你的 password，OK，然后那个 application 就已经 success 了。如果它 approve 了，它就会讲 this approve has been emailed to you，然后 OK。Approve 了过后，你会看到那个 digital signature，OK，到几月几号，然后你要 add 你的 tax agent 也是可以。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第一面，你会发觉它会 prompt 这个 notification，这个 notification 你不用管它，因为这个只是通知你。如果你是用旧的 format，目前新的 format 是这样子，这个你用不用管它，你直接按 OK 就可以了。回到来这个主页这边，你会看到 role selection 这边会多了 director 跟 employer，你会看到它会多这2个，你的公司名字会呈现到这里。OK，好的，我们接下来是讲怎么样去把 AutoCAD add 进来，把 AutoCAD 注册到你的 My Invoice Portal，你必须要把 AutoCAD 的 Intermediate add 进去 Intermediate，还有 add 进去 ERP 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操作呢？让我来 show 给大家看。OK，我们又回到来这个MyTax Portal 里面。这个 MyTax Portal 一般上是给我们处理个人的税务和公司的税务。但是它，如果你有发觉这个右上角它有一个 My Invoice，如果 Actual 的话，它不是叫 Report，Actual 的话它应该是叫 My Invoice。所以你按一下这个 My Invoice，我们就可以 link 到我们的 My Invoice 那边，可是必须要第一次跟他注册。OK，第一次注册很简单，你就跟着 OK 跟着他的step。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读他的 comment condition，然后你就 continue。continue 了过后，你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你公司的一些资料，个人的一些资料，检查一下。OK，如果你要用英文就用英文，然后你的公司地址等等，你就填好它。所有的公司的电话号码等等，你可以填好它。然后这边 intermediate 你可以先不要处理，等注册好过后我们再去处理，没有问题的。OK，so 完成了过后就 save 了过后它就跳去第三个 step user profile。user profile 这边就是我们会收到 email 的那个地方，然后你要收到什么语言你可以自己挑选，然后就打你要收到的那个 email。然后你就 save，OK，它就会完成整个 setup。第一次 setup 就是这样简单，然后你 finish setup 就 OK 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 My Invoice Portal 这里。OK，before 我们 continue double check 一下，你看右上角这边有一个 Roman 要，它其实在这边是可以 switch 的。好，我移过来这边，所以你会看到这边会有可以 switch。OK，switch user 你可以 switch 去 Roman 要跟公司这边可以 switch 去不同的地方的，OK。刚才讲到我们可以 link switch 去我们公司的那个 profile，在这边是可以 switch 过去的。可是在这里你看到我是还没有登录过那个公司的 My Invoice Portal，所以在这里这个是我个人的 My Invoice Portal。好，你可以看到那个 profile 这边到底是登录个人还是公司的。Since 我还没有登录过公司的，所以这边是不会呈现出来的。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去
去另一次去我们公司的卖 invoice portal 同样的 step，我们回去我们的 MyTax，OK，这次我们的 MyTax 我们要 link 的时候，我们先选我们公司的名字，OK。当你看到公司的名字过后，Director of 这个company，你才去按这个 My Invoice。OK，你看这个这边，如果你 log in 了第一次过后，你就会发觉有这个 Switch Taxpayer。这个 Switch Taxpayer 这边有你所有的公司。如果你发觉这边没有你的公司，将你必须 log out。OK，log out 你的那个MyTax 一次，重新再 log in，你就会看到已经是 link 好其他公司的 tax My Invoice Portal 进来了。So 在这边你就直接选项你的 My Invoice Portal，你就直接 switch。OK，同样的，这里也是要求你要重新 set up 一次 for 你公司的 My Invoice Portal 啊。So 重新 set up 你的 My Invoice Portal，你就按 continue。跟着刚才我们 set up personal 的 My Invoice Portal 这样，OK，before proceed 要勾哦，记得勾 term and condition，勾了过后就 continue，然后就填公司的资料，然后 intermediate 你可以放 yes，OK，intermediate 你可以放 yes，backbone 这个是没有 support，如果你没有用 backbone，你不是 foreign supplier 这个不需要，so 只需要 register intermediate，资料填好了过后检查一下。全部资料有没有填对？填对了过后，你可以换掉你的 email，OK，这个 email。OK，全部资料填好了过后，如果没有疑问，你就按 save。save 了过后就去到 profile，又是 profile 这里，你就填 OK，这个是收到 email 的。当我们卖 tax 收到。Supplier 的 invoice 我们要 send 去哪里？这个你可以注册一个新的 invoice 的 email 填上去。OK，填写了过后，这个语言你要选择英文的话，你选择英文，然后就 next。OK，就成功，跟刚才 personal 的那个一模一样。注册了过后就 finish setup。OK，finish setup 过后，你会看到这边，这个就是 login 了过后，你会看到这边。左边你会有 document，document 是暂时是没有收到任何的，也没有 send 去给客户任何的答案。然后 new document 这边到时候可以 create new。OK，so 我们先确认一下它是 login 公司的，OK，必须要是 login 公司的。login 了公司过后，我们必须要做的是 register in the media。OK。下一个 step 是讲这 register intermediate，register intermediate，我再重复一下，是从这个profile 这边，我们先 log out 一次，重新再 log in 多一次。OK，log in 我们的 preport。然后，转去公司的，然后 log in 去 My Invoice Portal。OK，My Invoice Portal 这边是公司的 profile，选项公司的 profile，然后下来我们去 register 这个 intermediate V，intermediate V 这边跟着这个 AutoCAD 的detail 填下去。跟着这个 AutoCAD 的 detail 填下去。OK，填好了过后就 search，然后 status 是 active，然后就 continue。OK，这个是你需要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收到这些文件，你可以 select 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收到这些文件。OK，然后这些是。你的allow 你 submit 啊 cancel 还是什么？你可以勾 OK 选项你要用到的功能不要的话你才关掉它 OK 要的话你就勾，so 勾完过后，然后你就 add intermediary OK，so add 了 intermediary 过后检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
下一步是 add ERP。OK，所、so, 以下一步我们需要 register ERP。register ERP 怎么样 register？OK，、okay, 要去那个 ERP 那边找 AutoCAD Accounting 2.2，然后你可以直接放3年。OK，回去我们的 Tax Profile 这边，去到最下面 register ERP，register ERP 这里。你就找 OK，你可以直接打 AutoCAD Accounting 2.2，然后这个你直接选3年啊。如果你是唯一用 AutoCAD 来 submit 的，你就勾 Primary ERP，OK，System、okay, 是 AutoCAD 啊。这个动作过后 register 很重要，很重要，记住记住啊。这个东西你去不要给。任何人，这个东西不要给任何人，要不然的话，他可以通过任何 accounting system link 回去你的 tax portal。这个如果你要收，你就去找你去收起来。OK，如果你要，不然你就不要收啊。如果要的话，你就收起来那个 client ID。OK，这个 client ID 跟 company ID 非常非常重要，需要 apply 在我们的。会计系统拿到这一串的 company ID 跟 secret ID 过后，你就把这个 company ID 跟 secret ID copy 到我们的 AutoCAD 里面。So 回去 AutoCAD General Maintenance Company Profile 这里有一个 invoice，这个 invoice 这边有一个 client ID 跟 secret ID 的，只要我们填了过后，我们 save 了过后，这个 client ID 跟 secret ID 就会不见掉。所以再重复多一次，记住记住这个 client ID 跟 secret ID。不要给其他人知道，这个只有你公司知道就好了，OK？然后你就按 OK，就注册成功了。注册成功了过后，你关掉，你过后回去 Company Profile Invoice 这边啊。如果是过后我们就会弄不见这个 Client ID 跟 Secret ID，只要注册一次去 AutoCAD 的时候就 OK 了。OK，set up 好 AutoCAD 过后。下一步，你可以加一个 representative 进去你的My Invoice Portal。有可能你的老板是非常非常的忙，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个 My Invoice Portal 这样他可以 add 一些 account clerk 或者是一些 account executive 去 monitor 整个 My Invoice Portal。OK，是不是我说给大家看怎么去操作这个部分？OK，回去My Tax Portal 这里，My Tax Portal 这里，记住记住，选项是 Director，OK，选项你们公司名字，选项过后回到去这个 Profile，也是右上角这个 Profile 这边，你可以 Add Appointment of Representative，在这边很简单，你只需要放 IC，只要放你的那个员工的 IC，将你在这边 Submit 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简单，OK，So 除此之外。回去我们的 My Invoice Portal，这里还有一些小小的 setting，你可以注意哦，其中一个是回去这个 profile 那边，profile 这边你看这边有一个 manager，这个 manager 你可以 set 你几个小时要收到那个 email，如果你要当场收到的，每一次supplier 开 invoice 给你要当场收到的，这样你就放 immediate，如果你要隔了2个小时才收一次，这样你就放 2 hours。OK，在这边也是可以选项 cancel 的 document，还有 reject 的 document，然后选项你要的东西，然后你就 save。OK，so 整个 my invoice 的 setting 基本上就告一段落。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你发给我们的团队，让我们的团队为你解答。So 谢谢大家。